前面做圆弧状，侧边呢做一个切割，所以呢他还是看得到我们的侧身跟裤子。再来这一次啊，因为春装刚开始首秀，妞儿是帮大家选择比较中袖，不要到这么短袖，不仅可以遮我们的手臂，又可以遮阳哦。好，再来呢，它是这种很透肤然后凉凉的一个韩国棉的一个布料。好，屁股最棒了，可以直接盖住，然后呢腿又非常的漂亮，正面呢你也不用去扎它，也不用去绑它，就是自然呈现一个非常完美的比例哦。那胸前其实我们就利用一个很简单的草书，我觉得就很精致了。而且呢这件是 oversize SML XL 都可以穿。很多人觉得说哎，夏天穿黑色会不会很热，我告诉各位你看到了吗，这整个是透的，所以呢它是非常清凉凉爽的，你喜欢黑色买下去，因为我觉得黑色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显瘦，而且我觉得黑色穿下去就是完全瘦瘦的感觉，窄窄的感觉。这个颜色它是有点灰紫色。好，这个颜色啊其实妞儿自己很喜欢，它跟我一般的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，而且中间是做这种米白色的字哦。来，如果呢你要绑的话非常的简单，请把前片的这边拿起来就好了，好，就可以绑起来了。后面呢绑好之后微微的把它塞进去。那如果呢你今天想要一点点小斜肩 OK， 因为它的领边原本就是做一个宽圆领。那白色当然咯多少会微透，如果你不喜欢微透的话你大可以选其他的三色，但是我觉得白色是很必要的，因为白色真的很好搭，而且它微透真的非常的美丽。